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索菲亚。今天我们分享连读技巧，希望你喜欢。OK，Let's start。Can。能会可以，can I 我。I go 去走 go。Go. Go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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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ut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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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现，向外，在室外。Out.Out. Go out. 出去。Go out. Go out. Go out. Go out.To play, 玩儿。To play，我能出去玩吗？这句话是一般疑问句，句尾要用升调。首先，我们把每个单词读准、读清晰。能、可以，can，注意这个元音。舌尖抵住下齿龈，口型张大，嘴角夸张的咧开，然后舌尖抵住上齿龈，反了这个位置，让音顺着鼻腔出来，can，我。I 只是双元音，口型张大。I 去，go，中间的元音是 o，go，go。
out 外面的，向外的。out 玩 play 注意中间的元音是 a 去玩，往往我们用一个 to play。我能出去玩吗？Can I go out to play? Can I go out to play? Can I go out to play? 实际生活当中呢，英美人士常常把Can 这里的 are 弱读为 can I 连读为 can I go 它的尾音是 u 和 out 它的首音 ow 连读为 go out，那么这里的 out 和 to 相遇的时候呢，往往我们把 out 这里的 t 做一个吞音处理，就是不发音了啊。后面的 to 这里的 u 可以弱读为非常轻。to play，那英美人士呢，常常把它弱读成字母 t 的发音，啊，非常的轻。to play，所以呢，它的关键词、重点词是玩啊，play，所以这个双元音要把它发到位，play。To play，慢一点，我们把它连起来。Can I go out to play？Can I go out to play？结尾用升调。Can I go out to play？Can I go out to play？啊，或者呢，熟悉之后我们再加快语速。Can I go out to play？Ca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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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 go out to play？现在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口语发音技巧：连读和吞音。我能出去玩吗？首先，我们把每个单词读准、读清晰。Can I go out to play？Can I go out to play? Can I go out to play? 那实际生活当中呢，人们常常把 are 弱读为 a，这样这个单词就读成了 can 和 I 连读为。Can I go 和 out 连读的时候呢，哎，出现了冤冤相连，这个时候加上一个 w，它连读成了 go out。这里的 t 遇上了 to 的首音 t，所以把
把这个音做吞音处理，就是不发音。然后 to 啊，直接把它的弱读去掉，读一个字母的 t 的音就足够了。To play，play，注意中间的元音呢，要把它读到位，因为这是一个双元音。Play，最后句尾呢用升调。Can I go out to play？Can I go out to play? Can I go out to play? 你学会了吗？好，今天的口语发音技巧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Thank you. Thank you for watching. Please subscribe. See you.